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王者荣耀皮肤的获取方式有很多种，包括直接购买、碎片兑换、好友赠送，以及完成活动之后官方赠送等等。那么小伙伴们有没有留意过这样一个问题？一个零充玩家最多可以获取多少个皮肤？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零充的玩家，他已经获得了所有免费的皮肤。英雄方面，除了嬴政、赵云和武则天之外，都是全英雄全名门，金币已经存了有32万，钻石有58000个，铭文碎片还存了18万，连紫星币也有900多个，都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，现在根本没地方用，已经全部都满了。这个账号他玩的时间这么久，一共获得了多少个皮肤呢？答案是整整100个皮肤，这全部都是白嫖来的，如果要花钱买的话，起码要花费几千块。这波操作把老马的羊毛都快薅光了，而且也很佩服这位玩家的毅力。他王者每天的在线时间都会有2到3个小时，之后还会抽时间玩其他游戏。如果每位玩家都是白嫖党，估计老马都快要哭了。但是有经济实力的玩家是不会让老马失望的，毕竟氪金的快乐不是白嫖能够比得上的。小伙伴们一共白嫖了王者多少个皮肤呢？我是李飞白，记得点击订阅按钮，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。